前子，你怎么样形容我现在当这个立法院长？我觉得院长你现在简直是脱胎换骨。脱胎换骨。对，经书头版官，武艺十八般，会是跨大考，利用两相转呐。好啊！啊！民进党会说，哎，你们就是家族政治啊，就贴了一个标签。那恐怕你要用更多的努力去把这个标签给撕掉。像你面对这样子的攻击的时候，你都会怎么样回应？我想我比较欣慰的就是云林人啊，他是有感情的哈，他也会看到底谁跟我们的互动，还有我有任何事情的时候，谁做我们的依靠了哈。我不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，六岁的时候我爸爸就已经不良于行了，我没有一个晚上是安稳的睡觉，不能一直说啊，你政敌批评我哥哥，批评我们家族，是用什么样的理由？只是因为你要取得政权，你就污蔑别人，就抹煞别人一生的努力吗？